和应急响应系统。现在，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举行一个会议，紧急情况部长也参与。这个会议就是研究俄罗斯远东。和洪灾的后果，所以一些经济部一些官员就去了参加会议。所以在我们的安排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好，我们开始。按照我们的安排，我来发言。在我们这场会议，我们探讨一系列全球与全球问题有关的方面，特别是与紧急情况有关的，包括自然意外事件和人造的意外事件。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很重要呢？就是因为这些现象为什么成为那么重要呢？因为人们的活动，地球上有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有房子，有更多的建筑，所以自然灾害就会影响人类所建的那些设施。自然灾害因此开始更多的影响人们的活动，应急措施也越来越复杂。我们不仅仅是在国家层面上，而且是在国际层面上开始应对。我想着重强调，在100年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很多的设施，但是这个设施也对人的生活带来了危险。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在印度一个化学企业发生了意外事件，毒物向外边排放，形成了一个云。有3000人去世，也有更多的人受伤。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灾难，具有国际层面。因而，联合国通过了宣言。过境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宣言，这是第一个在国际层面上通过的文件，它是其他的一些文件的雏形和基础。
下面对地球也造成很大影响的是核电站的事故。我们知道在美国曾经有一次很大的事故，反应堆受到破坏，也有核辐射流出来了。下一个就是苏联1986年的切尔诺贝尔。这个事故就是有了很大的后果，我在这里不要讲。我想强调，这些后果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克服和消除。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来重造、来巩固这个保护设施。下面就是日本的，我觉得这次事故的后果是地震。就是因为不能冷却反应堆，就有了放射流出来了。这就是核电站三大事故。他们让我们看到在国际上没有很好的协调工作。在国际核能机构的规范，在各个国家的规范和法律都写出来了。这种核电站事故的可能性极小，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世界上有百万乃甚至是千万个核电站，那可能一年就会发生一次事故。现在人们仍然坚持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在核电站事故的可能性微不足道。其实大大低估了真正的可能性。切尔诺贝尔那个事故以后，在苏联采取了很大的努力，其他国家也注意到，也很多国家就限制核能的发展。经过这25年的时间，严重的事故的可能性当然减少了。
如果我们想实现在规范上写出来的那种 微小的可能性，那可能50到70年后可以实现。在这里，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参与其中。还有可能，潜艇的一些严重的事故，包括俄罗斯的一个潜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以避免潜艇和反应堆的腐蚀。因为这是在海底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库尔斯克潜艇的事故。但是在潜艇上有了一个爆炸，也影响了反应堆。我们的反应堆当然也有些，也是比较坚实的。这次事故，一个反应堆也没有受到破坏。我们应该研究这个经验，在民用可能也可以应用。这是航空方面的严重的事故，这里和其他的危险的项目一样，有这么一个规律。如果一个项目有连续有3个事故，那这个项目应该关闭。当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努力以克服。这就是美国的一个发射不成功，航空人员去世。在俄罗斯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方面我们也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这是一些企业，这里是我们一个西伯利亚的化学企业，这是一个炼油，委内瑞拉一个炼油厂的火灾。这是美国
化肥的一个工程。这是在墨西哥采油架子上的火灾。我们知道曾经邮轮也出现也发生了事故，石油也流出来了。这是在中国石油管道的爆炸，这些事故伴随着我们文明的发展，它们不是个别现象，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规律。我们在科学院研究这些事故，我们认为人类已经开始积极地展开一些危险的活动，我们应该也研究这些活动同经济学、同研究经济、研究社会一样注重这方面的研究。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结果。比如说，在路架上采油的设施，如果发生事故，那么几十个人会受难，经济损失也很严重，达几百亿美金。俄罗斯开始在萨哈林岛开采天然气的时候，投资数额达到1000亿美金。那当然风险也很大，因为会发生地震，也会发生海啸。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国际上的经验。俄罗斯科学院核海公司研究调查和保护体系，就是让这个采油的架子上面安装一些传感器，让我们及时的知道是不是我们的设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以后分析文明发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所发展的、所改善的技术圈，当然给人带来很多的利益。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承认存在这些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具有国际的性质。国际层面上的性质，
这就是伴随着我们生活的一种风险。我们这边还没有重建的是一个水利一个发电站的一个事故，因为技术原因遭到破坏，现在还没有重建。我们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做了一些错误的假设啊，于是出现了这个灾难，这个事故。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研究我们的技术标准和我们对这些技术的认识。对于这种特殊的规模巨大的项目，应该采取特殊的研究方法，投资评估也要采取特殊的方法。应该改变我们各方面的认识，包括政权机关的看法、企业的看法。这就是上面内容的总结。我们看到下面是这些事故，它们的规模不一样，跟那些小的事故就是局部性的。你们都知道这种局部性的事故时时发生，所造成的损失不大。但如果接连不断的出现这种小的事故，那么整个项目都会出现一个大事故。那项目事故以上就是一个地区性的事故，就是一个地区的领土造成破坏，往上就再到一个国家事故，再到全球性的事故，就是一系列的国家遭到迫害，最大就是地球性的事故，就是一个大陆乃至全世界遭到迫害。一次事故的损失可能达到1000亿美金。用黑色的点，我们点出了一些真实的事故，就是让我们看看他们处于什么位置。俄罗斯法律现在开始对于这些项目进行分类，把他们称之为技术管理对象。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东西。此外还有危险的生产设施，包括各种工厂、管道，还有极其重要的项目，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他们停止运行，那就会对行业或者对地区造成破坏。还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如果这些项目遭到损失，那就会影响整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在上面就提出一些项目，还有一些自然灾害都一一列出来了，洪灾、水灾、大风等等。我们一共有20左右的危险的大自然过程，总之大自然和人们的设施开始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相互的影响。如果正常运行，具有经验管理和监督，可以控制这些，把这些损失可以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3%。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说，就是这些国家可能处于一些很困难的情况，那当然这个比例会高一些。俄罗斯每年因为意外事故失去大约6%到7%的国内生产总值，也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说俄罗斯经济发展速度大概有1.4-1.5%，那么一旦我们考虑因为各种事故失去了国内生产总值5%到6%，那当然实际上没有什么增长了。如果不去扭转这个趋势，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态度，那我们没有经济增长。中国在这方面也采取不少的努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是有8%-9%，也就是说他们应对自然灾害和人造事故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成效。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在我们的发展规划和战略中应该把这些风险也考虑，而且把它们视为最重要的指标。而且现在很多的决定都没有落实到实处，为了考虑到这些风险，我们应该通过一系列的规定，至少应该认识这些规定，认识这些规律，就事故有不同的规模，每一种规模你带来相应的损失，这个损失用美元计算。
我们通过研究以前的经验，就应该确定事故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损失的可能性。那么最大这种损失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刚才亚库尼先生已经讲到，我们也能在我们的计算中也能有一些错误。我们应该认识到项目的规模不一样，而且他们的作用不一样，就像上面讲了，有战略意义的担当，这个也要考虑。那左边黄色底儿，我们列出来了一些情况，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些情况的后果。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现在我们告诉政治领袖们，也告诉学者们，现在暂时没有很好的做出这些计算、这些评估，所以会带来一些意外的危险。在这里，我们寻找一个出路，分析基础设施未来的发展。这会影响每个企业、每个地区、每个人的生活。我们总是要记得，我们会面对经济情况，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应对经济情况的知识。上面就是对风险的一个定义。我们那边有一个公式，它说明，如果你承认你有风险，而且你要控制这些风险，你就应该制定一些你可以接受的风险，它有多大。我们通过研究以前的事故，就是可以确定这些可接受的风险。为了控制在这些可接受的风险里，就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技术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等等。当然这些措施都需要开支，但是把这些开支也可以计算出来，计算出来以后就可以提出相应的要求。在这个分析有三大要素，人的要素，就是因为人的行为，他
无论是在工厂工作还是开飞机，因为这个就会出现事故。科学家们因为科学家们的一些错误的计算也会出现事故。下面有技术的因素，再下面是大自然的因素。其中包括自然灾害，一定程度上已经研究了自然灾害的影响，有地图，从地图可以看到哪些地区有哪些自然灾害的风险。俄罗斯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大，我们跟一系列的国际和国内的组织合作，最后这个图片是绿色，这是各种状态，绿色是没有危险的状态，黄色是一些就是比较有危险的状态，红色的是一些不可接受的特别危险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从红色区通过黄色区走进绿色区，而且保持在这个绿色区里面。在这里就是我们方向图，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红色的风险减少。在核电行业已经积累了经验，可以将来可以应用。对于项目的分类和项目安全管理也有一系列的想法。在这里有一些就是各个部门之间互动的机制，现在这个机制已经初步的建立，这就是发现和检测紧急情况，包括在航空里有那种预检测，同时还不仅仅考虑到大自然，也考虑到了一些恐怖行动的影响，可能因为他们也是可能的。在核电行业一定程度上已经应用了这些方法，俄罗斯的学术界和俄罗斯的
紧急情况部联手制定了这样的系统，研究不同国家的事故，这是大自然的影响，火灾，最后我想说，俄罗斯现在建立了国家紧急情况管理中心，这是东南亚海啸后建立了这个中心，现在积极的工作，是世界上具有世界上领先的水平。按照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我们出版了四十部俄罗斯安全这个书，就是有理论基础，有科学基础，来制定新的政策，在可接受的风险领域的政策。谢谢。下面有请扎叶茨夫先生上台发言。他好像不在。Фишка в том,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люди поехали на какую-то конференцию МЧС, поэтому как бы они не будут. Вот МЧС не будет. Еще не будет. Вот этого чувака нет, это тоже может МЧС.我想补充说一下，今年，在俄罗斯国家，联邦委员会会议上，那次会议主要围绕太空的威胁与风险。我们对太空的物体进行过分析，第二个因素是太空的情况，太空气。第三个威胁就是太空的垃圾，是人为的垃圾。现在我们来让发言人仔细的给我们讲解一下啊。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各位代表，今天的报告主要围绕国际星球安全体系相关的问题。这个报告是几十年的工作结果。当我们遇
遇到了陨石，落到车里亚宾斯克那边的事件，这证明来自太空的大型的物体可以落到地上来。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像铜鼓寺陨石，这些事件证明，这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威胁。不久之前。13000多年前，北美洲那边出现了来自太空的物体的爆炸事件。当时的文明灭绝了。由于这个庞大的爆炸事件，整个文明都灭绝了。马尔斯星，火星，也是所谓太空袭击的遭受者。由于这个庞大的事件，火星的大气，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另外的一件事，这样，我愿意做出一个结论，做出一个结论说，百年，我们在讨论的百年计划，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治理百年计划。当中要指明，太空来自太空威胁，相关的信息，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讨论一件事，就是关于建设太空。太空，保安监测系统，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是否能保护自己？答案是答案是这样子的，我们确实可以保护星球，可以保护星球，但是保护我们地球，但是必须要建立短期和长期保安监测系统。第一个是关于紧急保安监测那系统的建设，
许大部分小星里落到地上的尖的小星里，大小大概在10米12米之间徘徊。然后这个保护系统当中是地上的地上的系统有西部系统、东部系统组成的保护系统。这个运行，它的运营方式是什么样的？只有通过高级的望远镜才能监测才能进行高质的保护监测。然后应该要有应该要有监测的机器，对，所谓的机器间谍。然后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小星里会落在地上，我们就发出解机的机器。通过这个紧急的安全系统，我们能够保护地球。来自太空的大型物体就不能落到地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除了建设紧急保护系统以外，还要建设一个嵌在地区的监测系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可以预测来自太空的物体可以落到可以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方，会落到哪里。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以便避免造成很多人死亡。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已经让我们进一步研究关于全球保护系统相关的系统建设相关的情况。另外的一个系统是这样子的。军人
据国防部的专家说，要在地区的在区域的层面建设紧急安全的系统。我认为我们在5年7年内可以完成具体的关于建设全球保护系统安全的具体方案。我们有足够的技术，在5年内都可以完成所需要的工作。至于具体的至于具体的机器，我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些机器的原型。我们都要明白小行星落到地上的几率很大，所以呢，我们要携手开发相关的技术。如果我们确实携手对抗外来的敌人，就是以来自太空物体为潜在敌人的物体，那我们就会保护地球。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全球保护系统相关的书面报告。希望能受到世界各地的支持。最后想补充说几句，目前我们有足够的技术，可以有效的实施发展全球保护系统，并考虑建设全球大规模的保护系统。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在第二条款增加一句话说。就是有鉴于小行星落在地上的几率，我们就要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个建议，就是关于建立全球保护系统的相关的建议。
如果有意思的话，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可以，你们可以跟我联系，进一步，研究一下。下面有请，柯林教授，俄罗斯，科院信息问题研究所教授，上台发言。尊敬的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外国的嘉宾，我很高兴听到了扎伊切夫的发言，内容很丰富，很有意思。就是我希望你们关注我们系统的分析、文明发展的威胁。这是我所进行的分析。我想给你更多的介绍全球威胁结构的分析，也提出一些建议和预测。我手中有一个专著，2000年的世界国际预测总和，这本书在于40年前在俄罗斯出版，它是有两位德国学者写出来的，他们总结了300多个机构的预测，为了描述2000年的世界面貌会怎么样，在那本书中，他们总结了10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预测中提出的问题。第一是教育问题，它站在首位。我们来认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1973年，冷战处于很严重的状态，确实存在核战争的危险，突然在预测中，认为教育问题到2000年会占到首要的位置。那后来我更仔细的研究这本书，发现确实是这样，因为预测家都说在20世纪初世界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就会迷惑不解，只有通过教育才可以回答人们的问题。当年康德就已经提出了这3个问题：我应该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希望？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面临这3个问题，确实是世界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尤其是最近20年来，这些变化特别快。世界里面有更多的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不确定性的因素越来越多，危险也越来越大。在我们的会议上，也有人已经预测到，可能10到15年后就已经会出现大规模的危机。我看，我们也研究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一共计算出来了大概有50个问题，其中我们选出了对全球文明的未来威胁的有哪些问题？我分为3个部分。第一是与大自然有关的，第二是与社会有关的，第三是与人有关的。
这就是与大自然有关的威胁。我不会详细的讲每一个威胁，但是我希望你们注意后面的几个威胁。这边有一个陨石降落的威胁，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威胁，就是太阳活动不正常。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最近太阳的11年周期现在改变了，而且太阳上有了两个大的爆炸。有了一个，但是地球没有遭到影响。但是一旦影响到地球，我们所有的电子设备，我们的电脑都会失效，都不能用了。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文明，这个信息文明让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这些电子技术，特别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记忆不是在人的头脑里，它是在电脑里。这就是让我们很脆弱。比如说最近我的电邮，我的邮箱所有的信都删除了，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而一旦太阳有不正常的活动影响到地球，那就会带来很大的灾害。这种情况时时刻刻都会发生，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我们可以怎么样应对？当然有办法，我们可以很好的保存，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陨石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陨石降落不降落，而这种太阳的活动谁都无法预测，这是与社会有关的威胁。在这里我希望你们注意，其中有信息战争，还有社会的虚拟化。就是把虚拟的事情看成现实的事情，比如说金融危机，到处都说金融危机，其实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火山没有喷发，陨石没有降到地球上，其实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就是这就是几个人所做的，几个银行家所造成的危机，人们相信了，人们开始讨论股票价格怎么改变。而在生产领域没有什么变化，企业都在工作。还有一个威胁，社会的教育水平下降。请你们看，这个因素也有客观的原因。第一是人口增长，主要是来源于教育水平不高的国家。最近12年来，他们给我们增加了十亿人口。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发达国家社会教育水平降低的，包括在俄罗斯。最近的一个社会调查显示，今年
百分之高中毕业生的75%认为太阳是围绕地球而走。去年有30%，2011年有28%。我还以为不会增长的那么快，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没有人去分析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圆桌去讨论这个问题，媒体上也不关注。而我认为如果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下一个是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威胁，专家认为这可能性是30%。因素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还有发达国家军队的实力越来越高，而且一旦有实力很雄厚的军队，那始终有一天要爆发战争，还研发新的武器。还有一个威胁，我们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应用新的技术，而教育水平降低的趋势妨碍了这方面的发展。为什么教育水平降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老师的水平降低，所以我们需要对老师进行教育，培养好老师。在这里是与人有关的威胁，这是人的道德，失去道德，还有在文化教育领域有一个代沟，就是特别是在俄罗斯90年代的人，没有人去从事科学，他们下海做生意，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给小孩子们传我们的知识，中等年纪的人都在商业企业工作。有一些研究显示，人的生物结构在发生变化，包括人的大脑也在发生变化。我又有两位专家编的专著，他们已经证实，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去看电视，就玩电脑游戏，他的大脑形成过程就会遇到障碍。在这个专著上写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新种族的诞生。他们认为孩子不到2岁的时候不应该看电视。这种新的种族就是他们不能集中注意力，他们一下子就开始做很多的事情。2个星期以前我听了一个报告，莫斯科大学教授的一个报告，他们进行了实验，就是俄罗斯中学生参与，12到14岁的70个中学生，让他们有18个小时的时间不用手机，不用什么电子机器，只有2个人才能坚持18个小时，只有5个人坚持5个小时，其他个人开始这个体温开始上升，感到不舒服。孩子们认识了这个结果以后，就发现
就感到很奇怪，他们确实没想到已经上瘾了。后来有六个人这样去重复这个实验，但是也没有办法。现在心理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信息社会的发展很快，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了。这是道德伦危机。希望你们关注一些文件。这是罗马教皇的一个声明，然后2010年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文化论坛上的宣言。不过他们没有路线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这个威胁，但是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我不去，我给你们简要的介绍那些说里面的说法是什么。我们培养人的无知也侵略性，一个智能安全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代沟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当然就是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孩子，发育他们的智能。在日本也有这样的做法，在亚美尼亚也有，但这是一些个别的老师，而不是国家的政策所做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老师和科学家是两个关键的任务，社会应该优先尊重和支持他们，包括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保障方面。我们的总结是什么呢？这五个结论不乐观。全球文明的危机越来越大，全球问题相互促进，我们没有意识到很多的问题，没有加以研究。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而是人文领域的因素，是人的破坏性的活动。人不仅仅是保护的对象，而是最大的风险的因素。在生物、在海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保证世界安全的战略性的因素，也就是科学、教育和文化，遭到故意的严重的破坏和毁灭。精神价值的问题只有在宣言里体现，没有什么路线图，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和措施，我看不到任何的好进展。总之，里约会议20年来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摆脱全球危机。文明越来越面临灭绝的危险，可能在21世纪中期甚至更早，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很严重的危机。我们在计算机也可以做出这些预测和模拟模仿。这是与我的报告有关的著作。我认为我们应该综合研究这些问题，建立一个全球研究科学院，包含全球教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伐，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进行观察，观察全球威胁，有很多我没有列出来的威胁，包括医疗卫生方面的。我们在科学院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制定了监测医疗卫生方面威胁的方法。所以在这方面，但是在其他领域还没有方法，所以我建议不仅仅监测经济情况，而且监测全球威胁。谢谢你们。非常感谢康林先生的与我们分享的报告。现在呢，我们就进行问答的部分。如果在场与会的嘉宾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请尽管提问。我昨天做过报告，然后。我昨天提出一个具体的答案，我再一次给你们看一下一本专著，这本专著里面就有今天所提出问题的答案，全球的威胁来自我们来自每一个人，来自教育系统，来自科学科学界，来自我们哲学。目前全球的文明，全球文明都，针对大自然，目前全。世界社会，主要以唯我主义为主，我们要为了扭转这个趋势，我们要把全世界文明当中世世代代的相传来的。活跃知识应用到实际上生活当中，孔子的知识是活跃的知识，要把东方文明世世代代的相传知识活跃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在科学里面也有活跃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把科学的多种科学连接起来，才能把联合的智慧变成为活跃的智慧。我们要把人类从消费者变化成创造者，每一个人作为大自然的创物，要以创造性的角度看待周边的环境。因为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大自然
给我们生命。现在我们把生命还给大自然。目前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我们文化之间没有内在的冲突，有文明之间的内在的冲突。我认为东方的智慧可以要积极利用东方的智慧并把这个智慧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的科学家的团队提出了倡议，然后呢，你们可以让我们的科学家的团体，有十个人组成的团体，设立一个另外一个单独的委员会，以便呢跟进一步研究全球文明建设相关的问题。我们有具体的解决方案。谢谢。尊敬的各位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内容丰富的有雄厚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的报告，所以可能我现在想说的东西可能会显得很浅。我想介绍的是，我们以前是延续一些自然的规律发展，甚至我们的技术发展也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时期，出现了全球问题。我们曾经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可惜紧急情况部的代表没有来。我们最近在紧急情况部所召开的会议也讨论了这些问题，还有在LC北约会议也讨论了这些问题。我不会详细的介绍，主要的是你们都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都有很多的很大的信息体系，每个国家的信息体系都它的建设需要国际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生产所有的零部件，这就是一个威胁的来源。今天我在这里已经听到了，
人们应该做什么，人们应该有什么希望，但是人并不一定会遵循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人与人之间也有很大的仇心，很多人也不负责任，所以大信息体系里面都有一些人造的缺陷和弱点，要在不同阶段，在维修阶段，在建立阶段等等，都会出现，都会塑造这些弱点。这相当于一些，这相当于一些定时炸弹，到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这些弱点和毛病都会让这些信息体系改变他们的正常运行。这特别严重的是，如果还需要人管理，如果是自动的体系还好，因为它会自动的检测出现了问题，人不会这样自动的检测，它会需要有一段时间去检测。所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有一系列发生过一系列的事故，可能在那里面也有这种毛病和所引起的事故。这就是因为人不负责任，不负责任所造成的。此外还有国际恐怖主义，他们因为一些他们临时的目标就会 做各种行动，比如说他们要求从监狱释放某个人，或者说需要一笔钱，他们就会威胁某些机构某些国家，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满足我们的要求，你们就会破坏你们的信息体系。在这个层面上，一个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展开国际合作。在国际层面上，我们应该提高相关企业的责任，就那些企业建立这些信息体系进行维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匿名的信息体系库、数据库。所以如果恐怖分子要挟某个国家或者企业，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寻找这个向这个数据库咨询，然后问这个信息体系是不是有这种毛病，恐怖分子是不是能真的破坏这个信息体系。如果没有这种毛病，那他就不会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但是建立这种数据库需要很高层面的协议，就是国际上应该达成一致。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东西，不是什么陨石，不是什么小行星。我们在信息领域也应该反对恐怖主义，应该提高责任。谢谢。
раз такое возникло ощущение, что мы настолько...我认为与会的所有的嘉宾都意识到了，我们所面临的威胁，以便让我们持有乐观的态度，全球文明推进组织主席要明白，他在俄罗斯可以受到良好的招待，请张韶华先生上台，我们就给他颁发一个奖品，以便他能够在俄罗斯受到良好的招待。Хотелось бы сказать вот что. Я уже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с местными традициями,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с местным населением. 这次我回去，我想带着我家的礼物回我那一个家。И сейчас у меня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ернуться в Китай с таким прекрасным подарком. 非常感谢，尤瑞教授。感谢咱们七个主办和协办单位的朋友们，感谢阿盖斯，谢谢。恐怖的报告，但是我们还是要意识到，很多威胁都来自来自人类。很多威胁，很多灾难的原因是内在的原因，是来自整个人类。目前我们要全人类要意识到，要意识到威胁灾难的纪律。我建议向联合国提交一个建议书。在国际条约的框架下，经联合国的大会的批准，建设一个紧急建立一个全球紧急状态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的系统。然后受，我认为，这个系统的建立会有助于地球的安全，我们人生的保护。然后呢，我们的在欧洲，
也在欧洲也会与和去多国家支持我们的方案。欧盟欧盟在准备建立一个全欧的安全的中心安全系统，但是我们不能在单独的文明的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在所有文明携手努力等情况下才能解决我们所才能克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我认为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就可以进一步采取更积极措施，进一步我们可以考虑在全球的在国际条约在某个国际的条约的框架下建立这个紧急的状态的监测。然后我们要在联合国结构当中设立某一个单位，授权这个单位跟推全球文明推进组织合作，进一步研究全球文明发展进行相关的研究。但是我们的观察还也没有受到系统性的研究。我们要把我们的观察转变成具体的系统性的科学法，经科学论证的一个具体的方案。我认为政治家没有什么不会给我们什么帮助。科学家们要携手寻找出路。然后我们要建设一个要设立一个系统保护系统。应对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的保护系统，全球的系统。但是呢，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正能量联合起来。
要建立一个全球大规模的信息中心以及数据库。不久以前，克劳根诺贝尔奖获奖者，在会议上说到，你们在北极毁灭了所有的保护系统，你们。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建设一个科学的中心，要让更多的科学家们编制，准备分歧，做大量更多的研究。然后呢，我们要把权力和科学联合起来，要让更多的商业政治界的人士积极提供协助。除此之外呢，要注重教育领域的发展。在教育领域，我们面临大灾难。目前现代人没有办法应对具体的战略的行动以便让我们防止灾难让我们防止灾难我们要注意到教育方面的问题。我不久之前出版了一本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主要围绕全球文明发展相关的课题。我们将来会在世界各地举行文明教育相关的圆桌会议和学术会议。简单来讲，我们要让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意识到我们世界面临的危机面临的风险大灾难。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让我们设立一个小组，
然后让这个小组向联合国的秘书长提交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筹备工作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设立这个小组相关的目的提上日程。我们要为此，我们要让更多的上一届的人士，要把他们引入广泛的讨论，让他们提供所需要支持。让我们在里约三十会议之前准备具体的合作方案。如果我们不会扭转趋势，我们就陷入更大的困境。这就是向智能圈转变的途径。希望我们希望与会的各位来宾会意识到今天的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并携手编制一个具体的合作方案。目前科学和权力和媒体进行分离，我们要克服相关的障碍，要克服这个分离，要扭转这个分离的趋势。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我叫法尔科，莫斯科大学，莫斯科森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今天和昨天，我们已经就人类面临的威胁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我也不由得想起，上次维纳斯基周年的纪念会议的讨论，那是纪念维纳斯基125周年。其中有一个科普索夫教授，他的1990年出版了他的一个文章，题目是《智能是不是导致人们的灭绝》。他就比较不同学者的观点，其中也有维纳茨基的观点。另外一个学者强调，文明的发展太高了，就会消失无踪了。如果一个文明就开始在航空发展，就会出现很可怕的后果。写到
维纳斯记者写道，在未来的世界带来很多的危险，很多人认为这就会导致人类带来很多灾害。但是维纳斯基认为科学知识不会导致这种后果，因为这些后果违背人类进化的逻辑。这是一个很乐观的看法。它的基础是维纳斯基认为存在这种客观的朝着智能圈发展的规律。我们当今不能忽略人类灭绝的可能性。我认为前面所讲的悲观的斯克洛夫斯基的看法不对，维纳斯基也不完全对，因为人的智能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怎么做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可能刚才那两位学思想家的观点就是主要是用一些道德层面，没有太大的科学基础。现在经过这25年以来有什么变化？我们从更多的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了全球威胁。而且我们还看到智能圈的诞生不单是由科学研究启动的，而是通过其他精神活动所启动的。所以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跨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在人文科学，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处理方法，这些方法就让人文科学更有证实能力，让他们的论证更站得住脚。科学的思想和思想本身不仅仅是在地质在生物诞生的，而且是在精神层面诞生的。今天已经谈到了活跃的知识，活知识应该有一个实现结合的、实现融合的知识。谢谢。下面有请紧急情况部的代表，他是国际外联局的代表，紧急情况部的外联局的代表。我仅代表紧急情况部，让你们的态度变得更加乐观。在2012年，亚太地区国家的元首峰会议上，
我们听取了一个倡议，经济情况部的倡议，就是建立一个安全的系统。我们之前呢试图把这个倡议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世界级的水平。现在呢我们可以确切的讲这个情况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的倡议收到了很多很多国家的支持，收到了联合国的支持。但是我们要进行大量的合作，呼吁更多的国家加入我们的方案。在菲律宾之前所发生的灾难，需要有更多的国家携手携手想好具一个方案，就是如何应对大自然的灾难，预防大自然的灾难。因此呢要形成一个合作的网络。现在呢我们就采取具体的步骤，我们在编制具体的合作合作的方案。有可能与会的代表有具体的想法。之前不久以前，北约组织的代表也提出一个警告，就是关于太空安全的相关的警告。因此呢要注意建设全球大规模的全球一个保护系统，要想好具体的方案。我们提出我们紧急情况部的倡议，就是建立一个合作的网络，大规模的合作网络。我们已跟欧盟、美国等国家进行合作，已经签署了合作条约。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联合国旗下把我们的
努力联合起来，那我们就会感到非常高兴。各位与会者，主席台，我们都辛苦了。我觉得我可能是最后发言的，所以我会简要的说。最近俄罗斯领导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我们从来没有答应你们以后你们会生活得很好，我们只是说过你们会生活得更好，比以前更好。在我们这次会议的总结和规划是长期讨论的结果，你们可以比较一下第一届世界大会和现在的大会，你们会发现现在我们进行很深层的讨论。其实我认为我们这场会议是一个应用方面的会议，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场会议放在前面，因为前面的同事们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去讲，没不太切合实际。我们应该意识到现在在世界上的所出现的情况带来很多的威胁和挑战。生活当然是美好的，但是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所以在这里提出了一些好建议和办法，主要旨在降低风险。风险很多，我们不知道它这么多风险来自哪里，但是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我们需要政治方面的努力。因为政治界的领袖有时候没有意志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去解决别的问题。当然每个人应该从他的目标出发，从他的手段和能力出发，各个机构也一样，包括科学院，包括我们这个世界大会，包括经济情况部。我想再提出一个意见，可能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会支持这个意见。众所周知，有一些特种部队如果在地区其他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冲突，武力冲突，那么这些特种部队就会前往这些地区解决问题，这是联合国的一个部队。他们虽然这个部队很小，但是他们能够很快的解决严重的问题，主要是维持和平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沿着这个道路走，建立一个同样的部队，可能在紧急情况部旗下也建立一个同样的部队。因为大自然时时刻刻都会爆发各种灾难，我们很难应对，所以我们应该向联合国提出，在联合国旗下建立同样的应对紧急情况的部队。主要是应对自然灾难带来的风险和
破坏。很可惜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当中没有我刚才说的建议我建议主席把这个建议写在建议书里面就是将要向联合国提交的建议书里面。最后一点。我认为主席先生在他的生活的当中所做的贡献太大，我们要向他学习。很可惜他的贡献没有得到评价。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编制一个具体的战略。今天谁吃红色的鱼子谁都不吃，而为什么谁都不吃红色的鱼子？是因为这个红色的鱼子不是我们之前奥霍斯海所生产的红色的鱼子，我们要谢谢。我们的第五场第七场会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所有的发言人。我认为俄罗斯经济战略研究所紧急情况部以及跟其他世界级的单位如果他们携手合作，我们会更快的索求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出路。我们要携手应对大灾难，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情况。之前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很长时间内，东正教的文明，主宰到了全世界，造成了很多威胁，造成了很多灾难，像战争，目前两个大系统，之间，发生冲突。我们是大灾难的原因。
我们必须要扭转的情况。但是我再次强调说一下，为了扭转非常残暴的趋势，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人，世界各地的人意识到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未来的世界不能在批评的基础上搭建的，让我们在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建设未来的世界。如果没有科学，那我们就没有什么未来。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非常感谢明天我们在俄罗斯政府财务大学开会，请注意这一点，谢谢。